天打入详情，我反正大家都很关注这一件事情啊。现在已经想完了，怎么样，弟弟？老朱说人家长得还挺好看的，确实很好看。看来是相中了。哎，人的小闺女看着老朱也觉得还不错，其实这都是很棒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两个有其中一个不同意，那今天就不行了。所以说他两个还能聊下去呢。今天一天兴奋都没有吃饭，哦，主要三个真的就喝口水，一点点饭都没有吃。虽然忙完了，有心情吃饭了吧？我来了就加点粉肠，我也有心思吃饭了。可以喝汤吗？上班起床。今天成功不成功，看到主嘞表情都知道了，可满意是吧？是这个小锅鸡米饭。那我吃对面的，你拿上啊。你都是把饭端过来没？老朱，这小孩就好上厕所，我得先问他吃啥，先别上。他把我的书扔哪儿了？喂，你吃啥？有那个鸡肉，然后有面，要羊肉的。已经开始八卦了，给人打电话了。哪儿呢？我说现在小孩咋恁高？然后意思是叫俩先聊住，你要是等到24、25再聊，不是都想完了？今天的相亲面还不错，多点面吃吃，高兴高兴。来点烤串儿，再喝个奶茶，是不是感觉特得劲？不等老朱，到时候为了请老朱，再打电话也不接。咱先来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生意真跑到家嘞。不光咱八卦，回家也最麻烦。咱奶奶没有回家，赶娘那院一直等着了。都想期待能不能成功。我就爱吃这个，特别好吃，刚刚好。看我给你盛多少米，够吧？哎呀，多了，我给你吃完了。吃不完，你要这个小份，来，我要这大份。我可能吃现在。你这样别按米，你再按的仔细一点，行不行？我现在可能吃。我现在有点困了。上人多睡，九点多起来。你怎么睡不着啊？我在车上想睡觉了。这是激动过后了，回忆的。今天还是值得开心的事情啊！咱们碰个杯，祝小福相亲成功。咱们哪儿才能明白？今天我看见很多朋友说那个老朱现在太早了吧。其实像俺这边的话，他是说定住，他并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或者咋了，而是先双方家长知根知底的，觉得哦这两个小孩都不错，跟你想方让他们接触接触嘛，并不是说现在都要结婚了或者啥了。